烦死了！天晴，苏恩婶，他应该在我们的尸体旁边。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不会有事的。 天晴，你在干什么？就凭你们两个，给我滚！你不要抓我家 boss， 起来！你们两个这么想死的话，让你们元神俱灭！啊， 你在做什么？要走也是我们一起走啊！我们会一起走。那你把钱绑在我手上做什么？因为我知道，你一定会拉着我的手，不会放开。 天晴，天晴，你听我说，月老还要给我另外一条红线，你赶快回去，我真的等一下，我等一下就会回去了，拜托你赶快回去。没有你，我不会走，我一定会握着你的手，永远不放开的。 我就是知道你会这样子，所以我才叫你走。天晴，继续出声音，不要放弃。天晴，不准放弃！你给我说话，夏天晴。 老天爷，我是夏天晴，请你一定要让赵子墨回到凡间。他是为了我才下凡的，他帮我度过很多困难，他在很多时候都保护我，陪在我旁边。 他也帮了很多人的忙，他真的是一个很好很好的神。老天爷，如果你有听到的话，我拜托你一定要让他回到凡间。就算我没有办法回去，就算我魂飞魄散都没有关系，我只希望赵子墨可以顺利回到凡间。
这辈子有他爱过我，有他陪我度过这些事情、这些回忆，我真的已经足够了。我什么都可以不要了，我只要赵子墨可以回到凡间，我只要财神赵子墨可以回到凡间，我什么都可以不要了。老天爷，拜托你了，我拜托你。拜托你让赵子墨回到凡间，我拜托你了。活该，夏天晴，就等着魂飞魄散吧。乖乖待在幽冥界，直到你爱上苏菲亚为止。就是要消失的感觉。天晴，天晴，夏天晴。赵子墨，爱你。天晴，天晴，我在做梦吗？别怕，我回来救你了。我的村民啊，他们打算一起控告凌霄饭店，而且律师已经找好了。律师这么快就到医院，这事情很奇怪。我们要求的和解金额是新台币1亿元整。董事长跟总经理在里面聊公事，你先不要进去打扰。如果是银行打算抽银根取消增贷这件事，算是打扰。前世的方瑶为了救你，杀了张振宇，这笔债夏天晴今生得还。抛出。